你神经吗？你吃饭而已，你不是吃自己想吃的。我神经，我骄傲。上楼，电梯门要关了。海雪，马真，一楼到了。你都说没？电梯上楼，电梯门要关了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先陪你们去点好，然后我们再上去。要不要？好，那不要吃了。你要不要吃啊？要吃。对呀、啊，你要吃，然后我给你吃，你还要、还要强迫我，一定要逼我吃。你吃好了，你去吃你的川菜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我先带你们进去走。11楼到了。我们要这个不到12楼嘛，所以我们下楼。就是坐那里了，就大的了，对，可以的，一个人都可以坐啊。两位就好吗？对对对，他们两位。老板爆花单柜台结账吗？好好。加加你来一个。